近日，西游记女儿国爆出幕后花絮，由于环境艰苦，又需要爬山，赵丽颖和冯绍峰手挽手往上爬，还一路说一路笑，十分有爱。另一段花絮里，赵丽颖逗唐僧，成一拳捶下去，眼睛蛇半边，相当软萌可爱。打你！一拳打上去，眼睛蛇半边。打你！一拳打上去，眼睛蛇半边。打你！一拳打上去。